那这到楼层十楼、二十楼、三十楼的时候，就是要打 BOSS 啊。那里面是限时三分钟哦。那基本上就是回血跟回魔回满之后，就再进来啊。那你也可以跟盟友要一个圣戒啊，或者是自己放一个圣戒哦。好，这是十楼的 BOSS 哦，试炼的魔法师哦。基本上都一开始都很简单啊。就是挂着就会过了，开这个 auto， 你就是会自动打就会过关了。那等到二十楼、三十楼之后，可能就要手动一下。好，基本上这一只会放火风暴哦，那应该也是不痛不痒啊。好，这样就过关了。那一天只能打十次哦，所以第十一楼要明天才可以打。